语义配音组出品，请叫我小熊猫第一期，欢迎收听。唉，家里什么时候这么乱了？请个家政打扫一下吧。嗯，小熊猫家政，有意思，试试这个。哦，先生您好，是您预定的服务吗？啊，这什么好可爱呀！不行，我要严肃点。小熊猫原来不是熊猫吗？抱歉。您是不要服务了吧？要的，赶紧进来吧。啊，可爱可爱，好可爱啊！放心交给我吧。哇，打扫完了。这打扫的也太干净了吧！这不行，为了达成我的目的，一定要找茬。有了。喂，这里有抽水机啊！哈哈哈哈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那怎么办？要扣钱吗？扣钱那都不用，让我拎一盆便就好了。